第十四代老子圣人，老子其父姓韩，母名金夫，运八十年生于李树下，因改姓李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曰丹，生于楚国成群，楚国苦县，今河南鹿邑。曾为周晋王柱下史官，暗中的受真传，发扬道宗，东渡孔子，炫其青牛，出函谷关，西化胡王尹喜，其道淡泊养心，其法抽砍田犁，平去色相，由气入里，已有道德经、清净经等化事，世称道祖。老子生于东周的楚国苦县，立乡曲仁里，原属陈国，今河南省鹿邑县，